零下5°C 的寒风，3417公尺的高度，一场脑力与体力的试验。你的念究竟有多强？巅峰对决，来者何人？不是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很热血，就没来过合欢山，然后可以跟一群大学生，对对对，有热血大学生，创造美好回忆，对，创造美好回忆。那你们昨天去爬山，住家里面，真的想爬山，开车搭高铁等等，走上来啊，没有爬上来，有走路上走的。早上8点多从高铁出发，然后再转公车，然后再换公车。比赛三人一组，依序投掷至指定容器，每人全队共用时间1分钟。投掷完按压计时钟，进入对手回合。时间用光将直接输掉整轮比赛。比赛采单淘汰赛制，单战两胜，点数较大者获胜。未投掷进容器者视为零点，且输将采集整轮容器中才可以判钟。平手时需再各掷一次，直到分出胜负为止。自己可以踩到6点。笑到高中队，上三车，所以就顺便来比赛这样子，哦，非常的棒。那你是这是第40座百岳吧？哦，真假的，好厉害哦！没有，我们就是一群就是三只很无害的小明哦，很好。然后对手手下留情。没没没没没。高中，哦，高中呀，一点，对，完了，一点，再按一下。哎呀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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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刚第二个中间那个，哎，剩下。哇！选那个，中那个，就六，就一个六出来，小心。没事。射的。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来。刚没装啊！干完蛋了，丢进你就输了。不要！我们有念能力，所以哇，很厉害！你们相信自己可以甩到6点吗？这从来没有怀疑过，对不对？我非常的有在猪大肥，好可爱！哦，6点，这样有点不强啊，2-0。太强了呀！小心他们会知道的。哎，把脚放上来啊！哎，你走，你要按钟，然后开它，对，脚放上来，继续，对，这样，我知道。啊！哎！你们等着三号。1-1，1-1哦，小心！哎呀我想，不是我想，按着他呢，就可以出去捡骰回来，行不？你可以看秒数嘛，不要被他那个动作。7点，绝对会甩到6点。
一二三，煞气眼，三子高昂。丢出去！哎哎哎哎哎！换他们，换他们！
往上上。时间上数，时间上数，稳了。时间上，我时间上，我时间上。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。投进去吗？不要听我。OK。喂，没进啊！快！不要犯规就稳了，不要犯规就稳了。确定吗？好，他就找不到骰子。丢，先丢，丢出去就，先丢，先丢。我他说，快点，五点 ，OK， 哎，没了，你们还有，停了，八，掉，没了，死了，就是我们虽然一开始赛前赛呢就失误了，对，我们那时候很紧张，对。但是幸好之后有稳定下来，而且规则懂了之后就比较有信心了。然后互相提醒，互相帮忙，然后不要给压力。对，然后还是感谢火星人办这比赛。然后还是感谢就是大家对都来参与，然后参赛的人辛苦了，对，大家以后再来报名，谢谢，谢谢。本次比赛总计出现43次成功投掷，共出现8次6点，六点出现率0.19，大于1/6。比赛中双方均成功投掷共有18次，出现5次平手，平手率0.28，远大于1/6。有次可以看出选手念力对骰子点数的影响，为样本数有限，需要更多参赛者来继续验证这个宇宙的真理。